他就说那个，你看今天是不是那高粱能不能破？高粱不能破，是这个高粱不能破，高粱一破大家掉，高粱破有灾祸，我们等待王牌再操作，对不对？就是站住高粱失顶才会有安全线，好吧？要要就看你领，要要，好吧哈？哈，再没有什么了啊，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讲的了，对吧？再一个是免税啊，免税大家看一下啊，免税板块，嗯。消费免税，你看储能也是呢，储能也就在那蓄势蓄势蓄势呢，对吧？但是它是放量一，这个储能还是弱，储能还是弱哈。但是板块当中个股大家看，你看板块当中个股现在是强于板块，个股强于板块。那上恒水泥也是，大家看水泥板块对不对？在阶段底部不断的什么呢？拉伸打压，拉伸打压，背浪伸缩，背浪伸缩，已经走出阶段底部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免税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了哈。再看一下次新，次新跳空零还没补呢，次新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，待会儿点下一下看看，好吧？那一二三四，那大家看一下00256，大家看它已经什么呢？4个板获利50%了，对吧？获利50%，那今天大家看一笔资金上来了，对吧？有资金进场，那我们就高量顶底设空仓，啊，只有站稳高量势力才有安全线。好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才50%，啊，那它如果一个低开，那我们就不关注；如果高开，必须要跳空阳正三里做拐上，啊，在高量势力平台下，我们大家关注，对吧？次新板块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免税哪去了？免税大家关注一下，免税它是什么？历史新高，毕竟打出高量来了，我们就等回踩，啊，这个免税大家要等哈，一定不能把它放掉了。免税新零售呢面临上方压力哈，免税哪去呢？这是免税，大家看为什么师姐一直让大家要关注它，大家看它是历史新高啊，历史新高，你看历史新高，但是啊现在什么呢？我们就等国富保底，你看我们等它回踩国富保底，高量什么？高量成交火热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大家共同认可的地方，在高位是吗？时间要到，想到卖再买些，就是卖，升级就跌。对，跌的时候大家看是不是它是个长阴弹珠？就等回踩，看是否国富保底，是否它这个零号不补，看打到这个地方能不能补？好吧，免税大家要什么呢？免税大家要观察，啊，免税要观察，好不好？等回踩哈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收评呢，就有哎，还有这个，还有我们的作业，看一下哈，第一周的作业，大家看一下第一周的作业哈，第一周的作业600493啊，600493，大家看，那这天早盘的时候，它没有机会，跟大家讲没有机会，它是涨停板，打开涨停没有机会，是不是没有机会？它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大家看啊，那它是什么？它是一个左支右撑，大家看，那最低是多少呢？6.06，大家看这天。是多少？最高是多少？6.06。它打在哪个地方？打在这个低量的阴虚顶平行线，虚顶平行线在这个地方收在哪个地方？它收在这个大阳的21位，是这就是一个异动，在这是我们大家要盯住了。而且回踩的时候它是什么呢？又缩量，对吧？我们结合甲阴正阳的中心，甲阴正阳4日缩量下跌不到10%的，在上涨的位强装，怎么强呢？那我们要看谁是基础，它是基础。它是根本，它是靠山，是它呢是二亿阳关道，回踩不破能抱着股票笑。那这天它就踩着2亿打起来的，并且这天在盘中的时候我跟大家在做交流的，你打起来我看打起来，并且站在什么单人线之上，那它有什么呢？我们就要这样的，大家来看啊，要什么样的？那跳空阳，今天还没跳空啊，没跳空，它是什么呢？大家看是天线，它是什么呢？回踩，大家看波幅回踩这个量波的是上3亿。位强又回踩这个量波，回踩是又是2亿之上靠3亿，也是位强，并且嘛，并且天线在人线之上，人线是妈妈，妈妈在下面是拖着你往上走，拖着你往上走。那三一是位强，它不涨谁涨？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，一回踩我就跟大家来做交流，对不对？是在这样一回踩跟大家做交流，因为它过了什么呢？它是回踩2亿阳关道，回踩不破抱着股票线，是我们大家要，如果你是短线操盘手。是大家就要盯住了，
对吧？这是最大的一个异动啊，并且这天在二一位，按照量学标准来，这天是有机会的。按照量学标准来，是短线操盘手，而不是说咱们稳健操盘手，而不是说大家说所有的家人都能看到的，只是短线操盘手，你必须要具备这种素质。至于说你咱说服不服气是一码事，但是我们按照量学标准来，大家应该有这种看盘的这种眼光，对吧？那这一天咱来看，是这个高量，而且是假阴真阳。那假阴真阳它是什么？被动撤退，往往会有自救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天是不是这一天就自救了？但是它是什么？高量是什么？高量失顶风险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最大的一个压力点。那这天结合量波，不过你看，而且是什么？上尖则下，天线远离雷线，高点不高，是大家第一时间高抛啊。那我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到，那在这儿我就应该有个高抛，对吧？那到今天打下来的时候，那师姐为什么今天打下？师姐又跟大家讲，我说有什么呢？持有者大家呢什么只能踢顶不能追，为什么这样跟大家讲？因为这个庄大家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庄他喜欢什么呢？啊，喜欢呢拉伸之后打压，再拉起来再打压。他以谁呢？是这次回踩，又是回踩不破哪个地方？他又是回踩踩的哪个地方？踩的这个阴失顶平均线，大家看最高是多少？6.41。大家看最低是多少？又是6.41，是不是又是一个精准？为什么跟大家这么讲？你看，是它又是个精准，在这儿是个精准回踩的这个阴虚顶平均线的低量虚顶平均线，那在这儿又是个精准回踩，这庄是不是在这个地方？它是什么？拉伸打压，而且是做到精准。自己做到心中有数，打到哪个位置我什么就打到这个位置，马上就拉起来，打到这个位置我马上就拉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不过高量这一天是已经测试了前方的筹码了，你带枪啊。那今天它不过这个高量失顶平均线，是我们大家看天线远离日线，高点不高，是这一点我们还有一个高抛，是还要有一个高抛。那明天看哪个地方？那我就看这高量失底平均线，在这个地方这是主力一个穴位，它会在这样能不能踩稳呢？那踩稳的情况下必然它要上来，对不对？你要做到自己，我知道主力的攻防线在哪，是要学呀，而不是在群中谁说啊你低吸吧，你高抛吧，你怎么？那别人给你指挥错，在战场当中，那别人指挥你错了，让告诉你们前面危险啊，大家没看到啊？那告诉你冲吧，啊你就冲啊，你就去牺牲生命吗？是不是我们应该学会这个知识啊？你指挥我错了，那我不听你指挥我错了，干嘛？我自己学会了啊，我学会这个本领了，那我知道哪个路是正确的，哪个路是错误的，那我就要从正确的这个路上来走，学会自己学会本领，那以后呢？以后我就自己靠我自己，靠己踩牛，在这市场快乐的玩耍，而不是整天心惊胆战，到底走不走啊？到底套不套我呀？我应该怎么办呀？在家里心惊胆战，吃不好，休息不好，对不对？学会本领，我潇潇洒洒，对不对？我想进想进，我想出就想出，按照吗？按照量学的知识，按照量学标准来，做到自己呢，坦坦然然，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，轻轻松松。在这市场玩耍，好不好啊？再看一下啊，301273啊，这个谁呢？这是我们江班啊，江班在哪儿呢？啊，江班是在哪儿？我记得是这一天就与大家在群里面大家做交流的，对不对？这几天跟大家做交流，并且他就走出来，我们就云盘来的奥里淘金，说在奥底啊做王牌淘金。那涨停板之后呢，不再涨停，并且跟大家明确跟大家讲，跟大家找什么啊？上行找阴实顶，过不过阴实顶？不过阴实顶。平顶不过，它又是尖角，上尖则下，是今天我们第一时间要搞破。昨天第一时间看到的进来，那是昨天我第一时间要跟大家做交流的，在这儿，对不对？在这儿一起来，时间跟大家做交流。是今天我们那高点不高，又是上尖则下，是第一时间我们来个高抛，是来个高抛。我不用别人说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师姐已经呢啊教给我们量学知识了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知识我学到手了，我就知道啊，今天我要高抛了。对不对？那从昨天进场啊，昨天进场，那昨天获利多少？10个点。那今天啊，我几个点？今天大家看，1个点吗？对吧？1个点。好，昨天9个点加今天1个点，10个点。好了，我这个周圆满完成任务了，账户10%，我一个周10%，那我这4个周1个月40%，快不快呢？这是我们要自己学会，而不是别人说你走吧，你抛吧。等会儿，哎，这次对了，下次别人指挥错了，你就会什么呢？哇，错了，怎么错？不知道我怎么错的。怎么对的？怎么赚钱不知道？我怎么亏钱我也不知道，那不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吗？好不好？大家多学啊，多学知识，好吧？那这个301077呢，大家就来到现在，我们什么？大家看是高量，这是高量，我们叫高量顶底设攻防，那破底不干，那过顶干，那3121找拐点，
对不对？达到吗？达到底的时候，达到底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来买一啊，不破，关键是不破买一。那破了，破了你才要下来，对不对？还要下来哈。那不破情况下，那我们结合量不破情况下，我们买一，然后达到这儿，那不过这儿我们卖阳。关键是看什么呢？关键是此阶段我们要看能不能过这个左峰这个地方，这是重点，这也是要点啊。高量什么？高量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地方，是多空双方大家共同达到火热的一个地方。对不对？那高量常态什么？高量常态是跌，这么跌跌了，这么跌的啊？缩背，缩三一，又缩到这个阶段的大概一个低量，是不是？那今天又是什么呢？那今天又是一个啊，单桥测试上方筹码一个假阴真阳，那假阴真阳啊，常态当阴来看，但是今天它有什么？有向上攻的一个欲望，攻的欲望，它一旦踩稳了这个底高量底，那我们大家可以来高量不破，大家可以。观察一下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600633，这天就跟大家讲，它没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是跟大家讲的跳空啊，跳空阳，你必须要什么？必须要做拐上挣三倍才能出它钱儿。它是跳空阳，知道吗？啊，高点不高啊，低点下调，逐步啊随流，那数它弱而不是数它强，是不是？是结合量波，是我们没有买的机会，一直在人线。之下一直在人线之下，它有机会吗？没有机会，是没有机会买，并且今天又是什么？又是跳空阴，是吧？跳空阴，那早盘大家看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早三分，第一时间大家要高抛，而不是什么，而不是早盘大家要抢，是结合量波。我们用什么？我们根本与它没有缘，是不是？根本与它没有缘啊！还有这个高乐股份，我一直为什么？我一直没提。为什么一直没提这个高乐股份呢？那这高乐股份大家看这一天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也是没有机会呀？一个高开啪一下来，是也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给我们，对不对？这桂林不用说了，那昨天是不是跟大家讲的我们板上飞？因为什么？师姐在板上的时候跟大家讲，我们要板上飞呢，在涨停板上飞呢，是按照量学标准的。第一个 T 量常态是跌，那高量常态也是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主向当中，大家看是不是来到这个左峰这个位置？不过也是压力。那我们看到什么？我们看到日向，又看到什么？又看到量波，是不是我们大家第一时间我们就出逃？那你出逃一获利，不是出逃，我们一获利之后，大家看今天是不是跌呀？是你学会了这个知识，是不用师姐在以后说。那你看到你学会这个知识，那以后你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是你也能什么？我能买在这个阳处，是抛在阳处，而不是今天一跌又慌了，我出还是不出啊？那我昨天这个涨停板没出，那今天我不甘心，我不出，你不出明天还跌，是不是？好不好啊？好了，那今天收评就与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啊。今天师姐呀、跟大家敞开心扉，打开心扉呢。把大家当成我的哈家人一个样啊，苦口婆心给大家讲，咱们打牢基础啊，一定要打牢基础，别着急，打牢基础，市场不关门，打牢基础，这个市场就是我们的啊快乐玩耍的一个乐园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。